如果你迟到五分钟，我常常说你不是迟到五分钟，二十个人等你，二
冇經驗咪最好嘅。最美有經驗的最好。有少少話更好，有少少。比小小經驗的更好。因為話一就醒白嗰啲就最好啦。因為話一醒白。但係如果明星咧，佢唔聽你講咧。但是如果是明星呢，他不聽你說話了。你要行左佢又或者行前嘅。啊，你要放到搞到左邊去，他才能走到前面去。呢個兩個寫得咧，佢中意佢啲寫得位。啊，那個寫得在那裡啊，他的他在上課的上面。但係如果演員喺台上唔聽到呢個安排咧，係冇理好做嘅。因為呢個演員如果在台上不聽導演的指揮的話，他沒有辦法演。所以如果你習慣咗手勢。如果你習慣了手勢。就算你以後都唔演戲，就算你以後不演戲，喺你人生嘅歷程裏邊，在你人生的歷程裡面，你同人交往，你跟人交往，人哋都好尊重你，人家也會很尊重你。所以嗰時咧，有啲朋友話：啊，何耀輝。啊，所以我的朋友啊，有時候說何耀輝。啊，今日得唔得閒啊？明天有沒有時間？咁話啊，幾多點啊？我說什麼時間啊？兩三點啦。啊，兩三點鐘啊。啊，如果佢同我咁講咧？如果他這樣跟我說呢？我一定當佢三點。我一定是认为他就说三点。那么两个人就只有等你一个钟呢？有什么理由我要两点钟去在那里等你一个小时呢？所以最唔好同我叫两三点啊、四五点啊嗰啲模棱两可嘅时间咧，我唔接受嘅。所以不要跟我说的我不清不楚的时间，一定要说得很清楚的。两点就两点，三点就三点。两点就是两点，三点就是三点。一系就两点半，讲个清楚。啊，再不是就是说两点半，清楚。准时 ，OK。准时。另外一個演員呢？另外一個演員呢？啊，你要知道台上面嘅台位。你要曉得這個台上的台位。考下你哋。台位，考考你們。同埋方向，台上面嘅方向。台上的方向，考考你們。其實呢個係台。這個是台。你哋係觀眾。你們是觀眾。我係演員。我是演員。請問你。請問你。邊邊係台右？哪一边是台右？边边系台左咧？哪一边是台左？啊，得两边嘅啫。左右，右啦。OK。啊，我不错，我都记住啦。左右，那一边是左，一边是右。哇，呢边系台右嘅，举手。所以这一边是台右的，举手。没有。哇，呢边系台右嘅，举手。这一边是台右的，举手。不好意思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就算我哋房間好多時候都會錯，就是也有很多做演員做了很久的也是會錯的，因為習慣咗做觀眾，那邊他們習慣了做觀眾，好少企喺台上邊做演員，很少站在台上做演員，所以大家記得啊，記得，你錯過你就知道悔改啦，你錯過你就知道改過啦，所有方位喺台上，所有在台上的方位，都係以演員面對觀眾嗰個坐標為準。观众那个坐标为准的，所以呢边系右，所以这一边是右，嗰边系左，这一边是左，明白咯？左，右，明白啦。如果导演叫你去左边，咁你走到去走出去嗰边咧，咁就更加火。所以导演说啊，去左边，那但是如果你走到那一边去，你就错了。通常咧，我喺台上面咧会画九个好似等符咁嘅格格。通常我们在台上是画一个。最中間呢個格，前面有三個格，中間有三個格，後面有三個格，係嘛？啊，這個是中間這個方格，然後前面有三個，中間三個，後面有三個。呢個格咧就叫 center stage。這個格呢就是叫做台中 center stage。唔係台灣個台中啦，唔係你個台中啦。不是台灣的台中，是台上的台中。誒，係。咁然後咧，呢一個位置咧，正話我話呢係右定左啊？剛才我們說那個是右還是左啊？右對，呢個係台右。這個就是台右。如果走到呢邊咧，呢個係咩啊 ？OK。啊，這個是。咁我呢度咧？那？什麼？前。Yes。台左前。OK。台左前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中间。这个呢？中
P R O F I L E
three quarter profile。three quarter profile。对不对？那个 three quarter profile。profile 就是 quarter， 我们不说 quarter， 是 profile。有 quarter profile， three quarter profile。three quarter profile。全部都是 right， 就是用。现在这个就是用右边。没错吧？你都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好像也
其實我唔係望住你，我望住後面嗰個啫喎。其實我沒有看到，我只看到後面那個。所以我哋點講又好，你唔係對心對話嘅時候咧，你一定係對劇場裏面最後嗰行、最後嗰個觀眾講嘢。你所以，無論你下一場演講，或者你下一演那個劇的時候啊，除非你是跟你的對手在對話，基本是在一面看到你的劇場最後那個觀眾最後那一行。所以我有點慌。所以你在学演技的时候，就算你以后唔演戏，就算你用以后你演戏，以后你也行出来，以后你也站出来。哦，男孩子真的很有风度。男孩子啊，都很有风度。女孩子，女孩子呢？可以站起来。很有气质。啊，因为你不会咁样咁样上来。因为你不要这样走路的。唔会望住自己嘅行上来。你看着那个拳击那样走路。你不望手。举重拿手。是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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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台上我加了一句，在台上我很少这样做，在台上我很少这样配合观众做演戏的。我们生出来很奇妙，我们生出来很奇妙的。光线是行直线的，光线是直线的。你有没有物理啊？中学的时候啊，有没有没有练过物理？光线是走直线的嘛？光线是走直线。如果光线走直线是不是？如果光线是走曲线，真的就即係話，我視線咧可以轉彎嘅。如果我的視線可以轉彎啦。哇！佢哋搞咗咁多，完全睇到曬，即係我視線。啊！真係做成了，我完全看看到。係咪上天做我哋唔俾佢咁樣咧？但是上天不要我們這樣。我買好多罪惡㗎啦。啊！我掉了很多罪惡的。但聲音咧就唔係行直線嘅噃。但係聲音呢就不是直線的。我咁樣講俾你聽啊嘛。我這樣說話你聽唔聽到啊？或者細聲少少。而且那個聲音小一點。
力要救人。Okay.
刚刚挺宽敞。这这边的刚刚掉过来。明白那个剧作家他要想说什么。第二，第二个，他要听谁。
地基有关，它很舒服。那你在视觉方面呢？因为安装在台上，看上了台上，好像看起来不太舒服。你觉得好高呢？啊，那么可以补救的。这个扭矩要永远扭矩不上好了。这个扭矩要永远不要脱那个高跟鞋。因为扭矩高跟鞋，全部的重量在那个好厚的嘛。那男的可以可以穿一些很厚很厚的鞋。高跟鞋重量。这个可以改变一下。啊，我这男仔个头发吹高点呢。可以了，还要头发吹高一点。女仔个。如果他是100%投入这个角色的话，
将军。
when you stage picture. 然后第三呢，就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很注重那个叫做 stage picture。 通常 downstage 的位置是重要的位置，因为观众一睇，肯定睇到。
看不懂？你看懂？你咪跟住灯光搵到我先啊！你当然是跟着那灯光先看到他。佢哋就算前到我，因为我好跑咯，睇个好远咯，咁系有灯光射住我，一定睇唔清。就算他是在后后很后，但是有灯光之后，他所以你就先看到他。好，你哋一二三四五个都出嚟。五个出来。随便站，随便站。他分析了这个剧本的主题以后，解释了这个角色的内涵之后，
观众的反应，去感受观众的反应。有没有什么感受呢？我是很紧张的。观众们，是不是那个观众很紧张吗？有悲的。我是很悲的。观众们目前都有种悲情的感觉。观众是不是也是很悲有悲情的感觉？有观众反应不到，你嗰个安排教师系违规嘅。如果观众的反应跟导演的安排是违背的，即系话导演做得唔好，就是导演拿得失败，或者佢做得好成功，但系演员演唔到，有可能他是搞得很成功，但是演员演得很失败。所以整个戏佢反应之后，吸收观众反应之后咧，所以整个戏他演员以后，他那个吸收的那个观众的反应以后呢？Bye-bye.
你要把它表现出来，比如你要画一个人在上面，或者你要画一个一个风景在上面，白色的纸，然后你把它画出来。我们很多时候站在台上，当这个灯光照下来之后，我们的脸就变成了一张白纸，看不到你的鼻子，看不到你的眼睛，可能看到两个人的眼珠子，这个转过来，那个转过来，但其他看不到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看这个笔，把它描出来。我们有说六鼻影，你要人家看到你鼻子，就要从这里这个鼻画出这个鼻影，把它画出来。你要人家看到你的眼睛啦，就要有眼线，把它画出来。还有眉毛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粉底呢？如果你自己摸摸你的脸，如果你只是把这个画上去，很难画上去的，这个颜色不出来。但是你用这个粉底把它擦上去以后，然后才把这个画上去，这个颜色就会出来。所以呢，你要把整个脸把它拖出来的，很重要的鼻子这个鼻影。眼睛，这个上眼影、下眼影，眉毛，还有这个颧骨，我们这个要打一个阴影，然后整个脸就凸出来了。人家就看到这个脸在这里，这个脸在这里，看到你的鼻子，看到你的眼睛在动，就会吸引他们在看着你。然后当然，演员有很多不同的角色。有年轻的，有年老的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特色。那么，我刚才你们一个戏，一个女的要做男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怎么样可以表现把这个女的变成一个男的呢？放了进去，很好玩的，很好玩的。
把那个皱纹画出去，眼袋、皱纹、上面的眉毛，这个皱纹全都可以用这个笔画进去。这个笔怎么样画？真的没有时间。Thank you.
的，就是这里就是可以用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的话有研究的，首先是红色，然后呢里面呢开始变蓝色，然后呢上出去红色蓝色黄色黄的颜色，肿起来呢就容易是那个 cream 啊，或者说啊什么的发光，有那种亮亮的感觉，把它肿起来。所以全部就是用画画的方法，如果你喜欢画画的，你就懂这个方法，可以用颜色把整个脸就好像你的画纸，把它过过来过过去就可以。我们以后可以改善 ，OK。